它的线条哦，有 QQ 的感觉啊，其实就是圆转、圆径的线条，但是也不是说从头到尾都没有方哦，因为如果字里面只有圆径的线条，没有方的线条，会觉得扭捏过度。不太喜欢颜真卿的字，但是他对祭侄稿来讲，他就称为天下第二，哦，相当推崇了、啊。就是米芾说，颜真卿的字啊不好看哦，后世丑怪恶杂之族啊，哦，就是丑怪丑字的老祖宗啊。但是对于祭侄稿，评价好像也普通。但对曾作位稿哦，那就是推崇备至啊，不知道为什么啊。啊，他一直觉得这个写得非常好。那米芾说的应该也没错啊，因为米芾行书在行书体系里面，他应该是算是最厉害的，所以他的批评应该不至于，对行书的批评应该不至于差太多了。不过我自己是觉得，有时候真的，他看到的东西跟我们看到的到底有没有一样，这是一个问题啊。因为古代资讯不发达，虽然他也在皇宫里面，可是再怎么样都没有我们现在的资讯来的容易啊。所以他有时候看到的东西跟我们看的可能不一样哦，啊，可能看到另外一个拓本或刻本，那我们可能看的是真迹本。那都不一样啊，那看到的感觉都蛮不一样，所以有历代的书人，有时候真的只能听听就好，因为你不能确定他看的跟你一样啊。哦，他说这个字不好，你怎么知道他看到哪一个？是从科本呢，还翻科本呢，还是墨迹本呢？你有时候根本搞不清楚他看到什么本，你怎么知道他讲的是对的？所以有人在讲赵孟俯写的不好，有时候真是冤枉啊，因为赵孟俯的字不适合科啊。刻在石头上就很丑，那大多数人根本不可能看到真迹，都看到石头上的。那偏偏石头上刻的又很丑，他的字不适合，或是刻的不够好，所以看到碑刻的人都会觉得：哎，赵孟俯怎么写这么丑啊？这是乱乱讲。其实赵孟俯写的非常好。所以有时候是看的版本不同啊。所以说法不同，就连现在这么资讯这么发达的，还是很多人不看真迹的哈，都只看到假的。